张先生，我就问您，您此刻是不是觉得自己要被榨干了？来吧，郭先生。行，手上得拿着这个，真得拿着，我们都拿了。什么倒霉？我这玩意儿，我老跟抱着个杯睡。你们这确实不太雅观呐，孟姐。确实不能这样啊，姐姐。这样，我们放这儿。你立我头前得了，你当我排位得了，你。这样，你放腿上卡着也行，也不太好意思。我求求你们，放地下，咱放地下。这样，给你摆阵。哦，行行，哎，看，是新的哦，都是新的哦，再放这儿，来。我的妈，怎么跟牙医似的？这啥东西都放我胸口。哎，然后我们小辣可以有就是唱歌服务，嗯，您可以点歌，对，慢点，滴答滴。哦。滴答滴，滴答滴。不好意思，小齐笑场。变变。眼睛。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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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。滴答滴。行了，小齐。啊，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嗯，好的。看我姐这可以，但你这多费化妆棉啊，你这。我自己个儿都舍不得使。为啥这么费化妆棉？你心里是不是没数啊？哎，这小躺椅是不是不错，挺舒服？我这正经大躺，这是你在剧组里用的吗？我在剧组里不敢用这个，我在剧组里在旁边站着。郭老师在剧组里都用这种吧？我跑步机，我不敢停，一直在走，一直在走。郭老师还挺配合，卸到哪儿，把表情都配合上。是个好顾客，那肯定是。嗯，我现在开始第二层卸妆。啊，这么复杂的？嗯，我怎么也知道原来要卸几遍？这是我们上一位顾客敖先生。敖先生，哦，咱们这个美容馆隐私做的不太好，怎么还有别的顾客了？走进了您的包房。我这小包厢，他挑我帘进来看我，躺大堂坐的。我们今天为了给你这个就是卸妆，我们都拒绝了敖先生的那个邀约。是的，是的，因为这边约每天只能只限一位。对。那天我卸的时候，辣姐也是在这个位置。对对对，陪伴陪伴。哎呀妈呀！你这得加钱，我跪式服务了。啊，对。就是我在旁边跪着的。跪着得加五个币。我跪着，你给我卸行吗？来，闭眼睛，上个喷雾。整一机灵给我们郭先生，你下回都直接给我说一声，我正喘气儿呢。我刚都说了闭眼睛说半天了。什么呀？滴答郭老师一身。没事没事，他就是插在你身上拧吧。补水是吧？这是补水。补水。哎呀妈呀，郭老师这底打得挺深入啊。我都已经用了七张化妆棉了，我都卸不干净。还有啊，你别看人家，你也这样。我也这样。啊，敖先生昨天对于那个我们美容院的体验您怎么看？非常棒。非常值是不是？非常。嗯，他都要睡着了。啊，我睡着了。因为我那天为他服务的时候，由于你一直在enjoy泡脚，我一个人就是太累了，所以我给他的服务就是，不太周到，不是非常周到。我们主打了一个就是哄睡。闭眼睛了。因为我做脸的时候我是看不见的，我只能感觉到在那儿刮呀、擦呀什么的。但是我看到的时候，真的觉得孟姐好专业。哎，别说我姐这玩意儿卸的是那个。哎呀，那老干净了。认真。嗯，给你至尊享受。这面膜一敷啊，我们郭先生看起来都俊俏了三分呢。我们还有哄睡服务，就是我们有咀嚼音。我们的 ASMR。面膜不贴合了。下次再来，敖先生。下次再来，敖先生。OK， 我办卡。哦，他要办卡。咱们也可以了，焕然一新，哇哦！这至于给这么紧的景别吗？
你想干什么呀？你想干什么呀？你咋发现的呀？我一扭头我就看见了吗？我提着那个还朝前，多可气呀、啊！哎，行了，都给我摘干净了。嗯，哎哎，你看那机器还跟他走，还拉远。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蒙奇奇做完了之后的肌肤。哎哎，你拿这个，我拿那个，把那个给我。来，咱俩就拿着这个给他看。来，来，拿着。行了，开始啊，来、啊。卸下你的疲惫，卸下你的伪装，让你被自己的美貌吓坏。一切尽在蒙奇奇美容馆。什么玩意儿？走了。咱蒙奇奇宣传片就用这个。对，每期蒙奇奇开业都是你。就这片头，行，那就这样，那再见了，第三节课，拜拜拜拜拜拜，都别下来了，行了，哎呀呀，快回去睡，快送送，快送，哎呀呀，麒麟不是啥外人，他还来呢，我俩送就行，啊，行，我俩送就行，你们甭出去，你们甭出去啊，我们不出去，这句确实是，快去吧，快走吧，拜拜，走吧。拜拜啊，走了啊，拜拜啊，下班了，拜拜，咕嘟去吧啊，真有意思、啊。每回来桃花坞都很融洽嘛，我融入进来也不费力，来到这儿就跟老朋友们相聚啊，跟新朋友们相识啊，都挺好。哎呀，看我汪台能文能武，哎呦啊！森林，这世界总有人在。谢谢咪咪寻宝的，你就多加点啊。没事，我这游走游走。这两天算是把桃花坞打下来的这些个基业，我全都体验了一遍。面膜不贴合了，挺好。带点盘缠回去吧，带点盘缠，拿走60。你要把你这个带走吗？哪个？你的币。我这小脑瓜，我能把它忘了吗？交代一下桃花币啊，我还剩157。哦，王哥，那个你挺辛苦，这两天做菜，给你留99块钱贴补家用。剩下58呢，我给我俩姐。行，那就这样，那再见了。哎呀，回见吧。嗯呐，呼的白。拜拜吧，哥。拜拜啊，拜拜拜拜，北京见。哎，回见。我也撤了。拜拜拜拜拜拜吧。撤了我。拜拜拜拜。舍不得桃花坞的大家们。咱走吧，走。要不我也跟你俩去孤独屋呢？跟我俩一起去吧。走吧。咱们仨都录3季了。对啊。你说，这节目能不能录到10季呀、啊？妈，10季！10季咱都多大岁数了？录10季，咱这就是老友会。对，到时候咱就领孩子来，直接改谢导老本行，爸爸妈妈去哪儿？到了孤独屋，孤独孤独吧，孤独孤独，这写啥呀？做你想做的，王哥写的。哟，王哥人不错。对啊，就是有一种这是王哥的家的感觉。对，咱来他家住了。哦，这就是孤独屋，是木头房子。对啊，对，都很漂亮，非常非常多的星星，好酷啊！好多星星啊，这一趟来的太值了，全是星星，对，太值了。哎，还行，没有很冷。哎啊，我把这个灶给烧开啊，这活我现在可太熟了，是吧？这一套流程。太神奇了，我咋感觉那星星在地平线上也有呢，而且有流星啊。真的，我没看见，他们看见的。着上了，我这外面都冒烟了。
别的我不知道，灶坑烤土豆也挺好吃，我知道。他这里还有土豆呢。我寻思烤了得了。嗯，来吧。这点半夜吃点热乎地瓜，往里放呗。没错，你太想逃难了。咋了？咱仨要做难的，这个做难都得不灭火，这个咱俩能拍个电影。完了你就呱呱吃。要烧五呢？你这角色太经典了，这都落难了，明天都不要吃啥，饿死啊！你还得把面膜敷上，很符合我的人设。写一个吧，悲情三角吧，咱们叫。觉得这俩最有区别。袅袅和王哥，他俩就那个范儿的，咱就得聊点这个风花雪月呀、行儿上学呀这些东西。我跟孟姐、辣姐，那就聊点家长里短、八卦的啥的。你身份证叫李雪阳啊？对啊，真的假的？我还能身份证叫李雪琴呢？为啥身份证不能叫李雪琴啊？因为他，我爸妈没给我起这样名。那李雪琴是你后来自己起的？对啊，艺名。你叫李雪龙，你叫李雪龙。不是不是，口误口误，李雪阳。对呀、啊。李雪阳是雪是下雪的雪，阳、啊、是哪个阳、啊？太阳的阳。山羊的羊。太阳的阳，我疯了。山羊的羊，哎呀妈！啊，救命！啊，救命！这地方就挺适合，就是咱们朋友三俩那种。对，人多了不行，人多了不行，不行，人多了在这块有点窒息，炉子都顾不过来。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是搁炉子上疼，嗯，老费劲了。我试过一次炕，嗯，之前的时候，姨姥家，反正他们家烧大炕。我早上起来，我后背都烫坏了。你睡炕头了吧？嗯，睡炕。他们把最暖和的地方给我吗？睡炕头了，就惯着我吗？哎，那你现在还回东北吗？哎，如果过年的时候没有在拍戏的话，会回。哦，会回。那你几岁开始到北京的？就上大学吗？上大学。哦，那你相当于本身在高中开始学的表演？没学过，我直接考。哇。那你上学的时候你是怎么就是触动你要去开始艺考呢？因为你毕竟不没学这个。我当时和我初恋分手了，分手完我就想说不想在长春待着了，受不了。然后就正好有来去北京学表演的朋友说他要考试了，我说哎怎么你给我报个名呗。嗯，因为我就想说让我那个初恋就是后悔去吧，我就一直能就是在他的生活中什么电视上就会看到我，让他永远都记着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当大明星，完了以后我就考了，考了完了以后，哎，我就考上了。哇！我觉得人要给自己洗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之前也没有觉得自己就是多好看什么的，我看到他们，我都觉得他们比我漂亮，是真的。后来我就每天激励我自己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你真的很美，你真的很漂亮。然后呢，我就自己总这样告诉自己，要慢慢我自己就信了。嗯，对。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挺好看的。这确实是，就不管就是外界说什么，就你自己必须要挺你自己，就各个方面，别人可能觉得你啥也不会干，觉得你的人生失败，但你就不要这样想，就觉得我的人生很成功，啊，你觉得我不会干那些事儿，是我不屑于去干的事情，我只要想干的事情，一直都会干得非常好。往好听了说就是鼓励自己，往不好听了说就是给自己洗脑，我就每天给自己洗脑，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过得很快乐。就是活在当下的情况下，然后再稍微努力进取一点，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好的人生状态。真的啊，我从来不给自己太多的压力。确实，但我最近有点压力，因为后面没接戏。接好戏，接。哎呦哇！哎，行吗？哎呦哇！哎呀妈呀！来一碗，来一碗的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！好吃吗？哎呀，都出水了，烤的。有点烫了吧，烫烫。行，哎，是那味儿，太带感，还甜甜的呢。咱以后天天来煮乌独孤吧，是不想？真想。他们其实应该真的天天放煮一下，谁没来体验一下、哎、太可惜了。哎，你看这个手，黑黑的。咱不是没带眉笔吗？咱就拿这画眉毛。我在人物里呢。还在人物里，太入戏太深了。哎，你说人是不是得有朋友陪伴？嗯呢，得。这要我自己来这屋，我就你咋能吃上烤地瓜去？我就不可能吃烤地瓜，就是肯定得是来了以后我就躺着睡觉。嗯，
人毕竟还是个社会动物，真不能没有这些社会关系。对，就在桃花坞里面，就是没觉得就是单蹦一个两个人在一起有多熟，只要去一起去录别的节目，哎呀妈，俩人老熟了，我俩都熟死了。我跟他一起去录《你好星期六》，我俩全程都贴的呀，哎呀妈呀，手都紧握。桃花坞里谁不搭理谁？那也没有，也搭理也搭理。就尤其有时候你这个遇到点啥事儿的时候，你说你要没人分享多闹心吧，八卦啥的，八卦是主要的。哎呀，龙哥走了。对。哎呀，有点想龙哥了。哦，看到一颗星星了。好舒服呀，今天又不冷。对。你说明天我们要离开了，这里又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温暖的夜晚，没有风，你说这里没有风多难得。对。我觉得我现在拍戏越来越专注了，我不在意结果，但是我在意我这个过程，我自己有没有认真，有没有自己努力，就是有没有去真正的自己去投入，这个是我特别在乎的。有时候有一场戏我演的不好，我很内疚的。过程是长人的，长功的一件事情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我们读书的时候完全不是现在这样子啊。嗯，读书的时候。就想真的变成女一号的那个样子。对这个事情，零二经常搞同学聚会，侬看到吧？嗯。侬先加口水就好。加油！玛卡巴卡巴卡巴卡米卡玛卡。哎呦！啥意思？巧了吧？哎呦！哎呦！哦，你们在录节目啊？啊！我们刚才在聊天，聊着聊着就很想念，就是。你干啥呢？会儿啊，我给你看看我这儿有谁。哎呀！哎呀，刘教练。哥，我现在腰不好，我腰好，我回上海的话，我，您带我就是减减肥，这。腰什么时候好过？我腰闪了。有一个吴教练，给你看一下。吴教练。我同学江疏影。哦。哦，嗨。Hello。他们在哪里？丽江，我们在录节目。我们在这边享受生活。我们也很享受生活，还不错。什么时候去你家？我也没去过，我也想去。我们都没去过。能去吧？你来了，你就不想走了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来来来，顺便遛个娃，大家一起。哎，那我没有娃，我可以带狗来吗？那你也只能带狗了。哎。哎呀，喵。呀，又见面啦！等你们啊。OK， 拜拜。打开吧啊，拜拜。有点冷。嗯。走吧。王姐。哎，你知道我们有多想你，超想你。我当时坐下来腰都快断掉了，我为了王姐，我就是咬着牙我就去了。第一，我打你。Where the cats这次最大的不舒适是，我觉得一部分王鹤棣不在吧，确实就没那么想玩什么东西。如果弟弟在的话，我安全感会多一些，因为他的那种极端的开朗和外放的性格。
上我觉得哎呦很轻松很愉悦。亲爱的室友，哎呀，又回来了。来来，天终于结束了。哎呦，银河银河。这土豆多好吃啊，你俩咋能不乐意吃土豆呢？乐意吃，只是觉得没得救。这都女明星大半夜一点来钟炫好几个土豆子，太美好了，大半夜讨论土豆太美好了。我觉得看星星聊星星就是有点虚浮的浪漫，但我们看着星星聊土豆和地瓜就是非常实在的浪漫。宝贝们，要不咱们睡觉吧。行。哎，我刚流星啊，好像看到星星划过去了，快许愿。我等两天都没等着，我许完了，许自己接好心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好过分！接，我接好心。你看这很可爱，因为钱太少了是吧？嗯，对。哎呦，看来汤姐的币可能多呀。汤姐的不是币，汤姐的是啥呀？